所以咧就好早通常休息瞓覺。晚上最好嘅瞓覺時間係咩時候？由11:30到咧就上床瞓覺。點解11:30瞓覺最好咧？因為瞓覺嘅時候咧，就人我啊，佢中醫認為咧，人瞓就血歸肝，即係肝從肝底嘅嘛。佢11:30咧就係子時，子時啊，一日係子時嘅時候咧，就係肝經行動嘅時候。咁一日咧咪有12時辰嘅，啊子丑寅卯辰。身有屬火，咁子時咧就係11:00到1:00。